新闻继续来关心疫情，在嘉义市二高西路发生一件汽车和机车车撞的交通事故。现场一名骑机车的民众倒伫咧半路当中等待救援，嘉义市消防局下报了后，随即派遣着救护车前往抢救。该市后分队叫灵车到场之后，现场一名女性伤者在等待救援，叫另外随即将查看伤者状况。好在这名伤者意识清楚，但具体接触擦伤，叫另外随即替进行伤口处理之后送往病院治疗。该市消防局后民众，桥头应该注意前方路况并减速慢行，随时保持防卫性驾驶，才会使保障自身及他人性命财产安全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亲爱的乡亲和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。嘉义地区水情严峻，面对缺水危机，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。咱会当将泡澡改为淋浴，用擦车来代替洗车。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，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。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。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，节水省荷包哦。